欢迎收看野人 Vlog。今天来到金门，感觉是被叫招。对，老兵召集令。我今天被金门，我是有点害怕，但是应该 OK 啊，因为我是替代役，应该是暂时不会被征召这件事情。是因为这边的那个最近班机供不应求，超多网美飞过来，特地哦。在这边拍一些网美照，所以当然啦，网美照就一定是要网美了，好不好？不会是只有我，所以我们要欢迎的是泱泱跟玛利亚，好，是不是？是不是啦？是不是啦？就是要他们啦！哎，泱根本就是金门的代言人了。我来了第三次，上次不知道还能玩什么。上次是跟阿公嘛？对，上次跟阿公。好像老那个老人行，那个不行，老人行程。你如果来金门，你不太懂。当然，我们都会有一些就是 Google 嘛。嗯。怎么样？这个业配的非常的自然，而且巧没有带入。金门的县政府呢，就刚好就在机场的外面。好自然哦。这么一个大的这个导览机，然后就可以在金门找到你想要去玩的、吃的、住的，全部都有。他们的那个观光大使阿特。你点进去，连他名字都记得。阿特啦，有事问我。对，观光小天使。然后我想找吃的，玛利亚想吃什么？我一来就说我要吃东西。这一定，你当然是要吃的啊。David 金门人 ，David 金门人，真的 ？David 有推荐吗？对，真的，他以后就是金门跟西班牙的连亲。哦，这个西金啊，西金啊，哇塞，哇。西京大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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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乱搞，因为你不可能带这台就到处走，看到，你可以扫他的这个 QR code， 然后 QR code 进去之后，他就会有，等于说他就会用行动小秘书，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手机上面去做，直接找，专门是否金门的，不管是班机的资讯，然后或是一些刚刚讲的一些景点，耶，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绝对是非常棒的野人 vlog， 好不好 ？Let's go， 出发！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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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看你们玩第一集。OK 啊，我们 vlog 就是没有要停的意思啊。你刚刚觉得我太节目化了。我们就是要真的很 chill， 对不对？好吧。我先跟你说一件事。干嘛？我饿了。还没开工就饿了。我饿了。要先吃东西吗？没关系，我们可以等。Let's just do what you want to. Please don't be polite, 'cause I like your attitude. Let's forget about a curfew, 'cause all that is stuck in my head is me and you. Pulse beating, my heart is racing, but I'm not sure I wanna place it, 'cause it only.Attention, move us into the next dimension. Let's just let our bodies be true. We make out for the thrill of it. Mess around for the thrill of it. Don't stop now, never let this end. For the thrill of it, we can have with no regrets. We make out for the thrill of it. Mess around.这件裙子太痛了，我会帮他挡，所以等于是泱泱。
我一呼一呼。现在刚好这个要虚，要鬼又要出来了。哎，那鬼要出来了。哎、欸，这一集好看，这一集光他那个裙子就好看了。如果你真的想要找你喜欢的女生或是女朋友出去玩的话，至少行程里面一定要帮她找一个打卡点，女生会很开心，因为女生就喜欢发照片漂漂亮亮的嘛。对。然后他们，你们最喜欢人家什么？你们在哪里拍的？可不可以告诉我在哪里？对对对。对他们就有一种优越感。好美哦，腿好长哦呀。哦。好了。我就好像被有点污名，你知道吗？就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我。哎，好痛！不要不要！没有没有，一定要想办法咬着。有纳豆，我早上起来就是卤肉饭加鲜鱼汤。对。我们现在刚刚吃过饭之后呢，马上来那个带大家拍照。耶，要拍照。我们要去那个粉红池湖。粉红池湖。对，粉红色，以前废弃的鱼纹，然后里面有很多藻类，然后越来越多，然后就变成粉红色。耶，对。哎、欸，怎么有人在玩泥巴？哎、欸，怎么有人在玩泥巴？不要玩！像这种一块有没有？不要去踩，它会比较容易碎。有没有？有没有？对对对。然后要踩就踩这种。小知识，这是。生活常识嘛，那想要拍完美照，就要拍成小小兵照。啊啊啊啊！对对，就是小小兵，怎么可以拍成这样？而且感觉擦不掉哎。不只是一个人这样，以前曾经有人这样子，小孩子留在这里。以前曾经有人这样子过，有一些意外的时候就是可以捡很多名牌鞋，因为你知道那个网美他们都会。直接过来就穿那种很漂亮的高跟鞋，对，像我今天也穿很漂亮的新鞋，那种婚纱亮，这样撒的时候那种破的那种。哎，我站这边是很危险。哎，对对对对，真的呀，真的。好，走，我们大家去看一下品轩的鞋子啊，不是、啊、那个粉红湖啦。身为野人的我，哎，去帮他拿一下鞋子。哦，好 man 哦，好帅哦。哎，哥。鞋子在这而已，我放心。真的，竹子把它勾过来。哎，重到不行哎！哇，那你还要？这上面，成年累赛。这一个死，这该不会是鞋子？我刚才呕吐。杨磊，这太过分了。我突然闻到那个味道。哎呦，还掉下来。我知道了。又怎么了？你干脆不要穿这双回去，你就放在那边晒。你穿那双，那双比较干净。对，你穿那双回去，那双干了。对，然后这一双就留给下一个人。他这边都是这样循环，他真的是这样循环，要不要？哎，我去帮你拿那双过来。不要，真的啦，我不要，真的啦。
a sign to show me my way in. The only point I reach is frustration. And then back again. 希望今天的粉红吃货你们会喜欢。喜欢。你们最喜欢的部分是哪边？李轩的部分。这边偷偷玩泥巴。捏泥巴，捏泥巴，捏捏捏捏捏泥巴。好不好？我们就关心。把自己捏成泥巴。我们。这好笑，这很好笑，这很好笑。等一下呢，我觉得我可以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因为其实大家会来金门，很少会去小金门。小金门就是在有点还要再坐船，大概15分钟的地方。对对对，就要坐船出去。我来3次，我第一次去小金门，真的，这个真的就没去过，这就没去过，对，没去过了。你是不是都是跟一些老人去一些什么炮弹的那个什么？对啊，隧道，隧道，对啊，隧道，然后吃一些就是什么。老菜啊，老菜，不是，没有，老菜，老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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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然后就是他就讲，他那个人是不是会常常会讲啊？对，现在要干嘛了哈？长得跟金门一样，哎，感觉比较小一点，对，对，房子小一点。车子小一点，风也小一点，墙矮了一些。玛利亚说很像冲绳，很像冲绳。它就叫三层楼，就是因为它有三层楼，很有创意耶。哎，真的是。就是双玉米龙豆芋圆牛奶冰，那你们呢？哎，我其实不敢吃芋。那还是点两个就好。那你要吃红豆牛奶冰，还是还有很有名小金门产芋头。小金门产芋头嘛。我高中全花莲麦当劳大神功冠军，这个那比不过，对，还有人比不过，就说父亲节快乐，然后就180几分贝吧，那时候就一直没有人破，第一名就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他可以获得很多汉堡神通跟大鸟姐姐的公仔，我那时候很超厉害，我就想说楼下都在吵什么，然后就下去看，我过去我最后一个，我进去，父亲节快乐，200多。太强了吧，200多，去查一下麦当劳大神功冠军，你是你，芋头什么？好黏哦，你真的是芋头哎，它那个糖不喜欢，是古早味的那个糖啊，有一点黑糖的味道，对，不喜欢，手卷，好酷哦，我把它丢进去。懂很多的男生很帅，然后这样教我们加分加分，因为通常一堆男生如果跟女生吃，他们会想要这样子。我们男生吃一定会乱吃，一定会这样讲，就比如说，哎，你看他长得好像什么，哎，借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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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在吃哦。男生就无聊，男生就无聊。嗯，我很好吃耶。对的。我没吃过哎，好酷哦。很会吸，真的假的？对啊，给他们吃。它看起来很好像一条，没有很厉害哎。哦，好好吃，超好吃，超好吃。我也可以吃80。哈哈哈！连不吃芋头人都可以吃8个。哎，真的很好吃哎，好意外哦。超好吃，超好吃哎。会不会吃起来什么地瓜签、地瓜拔丝的感觉？看吗？哦，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哎，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带你们去那个废弃的盐田 SUP 秋田盐田，废弃的盐田，你刚刚听到关键字对不对？对啊。海山刚刚那个应该是没办法，所以我们去废弃的盐田，所以它等于是有点平的平静水域。波浪不会那么大，应该是几乎没那个波浪，除非有点风啦。对，但是那边的话。可能你弄就是 SUV 起来应该蛮美丽的哦，期待，对，期待。哎，哇 ，Debbie， 哇，好的，哦，在干嘛啦 ？Debbie 在干嘛啦？我们既然讲到泳衣，就代表说我们要去玩水。SUP， 在阿公 Vlog 绝对没有的行程。对，阿公的 Vlog 可能会有，一样是会有在水上，大家平躺。然后就流出去，坐船的那种，这样子，流速蛮勇，汹涌的，哇，这个有漩涡哎，
应该是几乎没波浪。旁边的，旁边的路，旁边要过去。哎、欸，那我们是不是滑这个、喔？这个要滑过去啊？偏侧边，偏侧边。对啊，没有玩过哎、欸。但是如果你一个不小心，然后直接被流回来，你就这样子。哦。你在那漩涡里，我出不来。直接变成漩涡鸣人。拿到到。很忙，太忙了。为什么要这样？鸡哥比我在马里奥派对里面有玩过马里奥里面有这个游戏马里奥派对里面有真的假的耶、yeah. 没有那有个洞等一下啊，等一下啊！来，这样走一下，如果你自己都做得到，放右脚，好，右脚外侧，好，就先感受一下。好，哇，哥已经站起来了，哥，已经站起来嘞，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呀！走，等一下。那俩你试一下，如果不行就马上回来。传的变变，这个就算。教练还是仍然不放弃，把那个石头拖回来。我觉得这样很好，教练最帅了。这石头屌咯，他沉不下去，屌。刚刚也站起来，我觉得很屌。在最后一刻，挑战成功了。对，而且他要站很直哦，他要站很直那种。因为一开始你在最前面的时候，你有站起来，那时候是那种有点像老婆婆的那感觉。但后来觉得很好玩。对，我觉得其实。很幸福啦，就是台湾很多东西都可以玩，就吃东西应该会有点饿，对不对？有，刚刚要运动完，刚好、啊。我直接刚派我小弟。小弟。对。Eric。Eric 要变小弟。我们入野人 Vlog 最喜欢跟的是谁 ？Eric。现在我在一开始出发之前，我就这样掐指一算，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让他支开我们？就是不要让他就两个这样眼睛是瞪着我们、嗯、啊。哦，是是是，我真的觉得蛮好玩的。今天再滑个两三度，安排了他一个，你们也会开心，他也会开心的一个活。什么？我请他去钓鱼。小羊的那种感觉。
门，超近，超近。听说你拿望远镜可以看到他们的人，真的吗？这边有望远镜啊，哎，这边有望远镜，看一下，看一下，看得到吗？你像变态摄影师，变态摄影师，对对。我跟你们讲，我看到他们人了，真的假的啦？真的。看到那颗的颜色吗？哎，哦，哈哈哈哎，有布鲁斯兰，是这边，哎，好玩哦！你们自己看，不要动，不要动，就这样看。对面在玩水，真的假的？有没有看到？怎么？真的耶！真的。你看，你看，你看，真的假的？真的啦！看他们在玩水啦，玩水，超级兴趣。有看到？有看到？哪里？很像我们在变的，讲的好像我在骗人一样。骗人呀？哪里呀？我没看到。走掉了是不是？是走掉了，没人。没有，就这边。没有，你近一点，眼睛哪里？你手扶着。好。我想看那个白色的发光有没有在干嘛？那个好像。幸福。谁传的啦？好像是你。你呀。品轩来跳一下，跳一下，跳一下，不要了，不要了，你现在快点，品轩，跳一下，认真一点，认真一点，品轩，冲吧，要双脚跳吗？都可以，随便你 ，Go， 哈哈哈哈错哎，他比我远，他比你远一点，哎，邓云宽，你这边，这边，跳，哇，哇，很厉害，还在用背。背面对镜头。哎，等等，哎等，机器下来真请。先躺着，先躺着，没躺着，躺着啊，你躺着，等一下。哎，肩膀好宽哦。肩膀超宽。快圈圈叉叉，来一场。马里有玩过吗？好，那你来。为什么不要画呢？厉害的，哇，他聪明。哪里是水星哦？马里是你。现在鱼都在我现在用的这一锅里面，它煮一个用金门的在地食材做法式麻辣鱼汤，这么屌！
很低调。那个第一次是有太快太快。耶、yeah! ！首先呢，要先谢谢我们三个大家自己啦，再要谢谢 Eric 啊、哦，哎、欸，有这么好的老板，怎么那么爽？你们能这样讲，真的很好玩，对，超好玩，这里真的是很好玩，是真的，因为。原本想象中的金门，可能你们想的跟我们想的差不多。对。但是我们这次来，我们只是玩这么一小天而已。然后我们其实今天一整天都蛮快乐的。对。其实我觉得一群人和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做什么都好玩。对。主要是那个心态。嗯。所以其实金门有很多地方是现在蛮多是符合年轻人可以来的一些冲动，可以赶快买机票就直接过来的那种。对，有很多景点不一样。那我们今天随便几个就还好像不错。这个 SUP 也超好玩。对。超好玩，哎、欸，超好玩！今天 SUP 我们还没有滑完，你知道吗？真的好多、哦。对，它后面还有一个更长的，然后它是更窄的，然后就感觉更像秘境，更像秘境，哦，探险的感觉。对，好不好？哎、欸，那现在差不多七点多，然后我们刚刚就是在准备晚餐，然后一样是就地取材的方式，嗯，然后呢？这个 magic 帮我们就弄了这个烤乳猪，这个乳猪看起来就很好吃。找一个脆的地方好了，那个让你一定要吃一下猪耳朵。好，我想真的，我跟你讲，不骗你，真的不骗你。阿雅，你怎么了？真的，谢谢哥。真的。哎，阿雅，要不要吃一下猪耳朵？好啊。啊？哎，好吃，好吃耶！就身边充满笑声。哎，我觉得阿雅很奇怪。肉你就敢吃，然后耳朵你就不敢。对呀、啊，那你要吃它的猪嘴巴嘛？那个。不用的。要这样，我们要重切。啊，然後不用不用。你是直接连它鼻孔吃掉？不用不用。哎、欸，这个可以直接吃了吗？可以直接吃。天哪！我直接用手来哦。直接用手啊，不然呢？哇！这块给洋洋好了。哇！谢谢谢谢 Magic。不会谢。喜欢那个皮哦。Oh、my God！ 好超好吃。今天真的再来，今天钓到那个白脸鱼，白脸呐、啊，白脸，然后还有一只沙梭，跟那个鲨鱼，鲨鱼，小鲨鱼，那个鲨鱼是沙子的沙，嗯，我要我都来一个，哇，我看你们游到对面，我喝完我一定可以从。这边游到对面，对，再喝一碗，我再回来，我又游回来，我又游回来，再喝一口，哇！我刚刚去找牛角背，天哪！他真的是咖啡，我中间是咖啡。我现在有点，就是我到底要先吃它还是先吃它？你说这是什么蟹？这是青脚蟹，高啊，哦、超多，很浓啊，太吃了。这有个备注哎，很像。好来喽来喽，哎、哦、我沾点这个酱，沾一点。感觉很搭哦，哇！忘了跟你说，他只有中间的干贝能吃。真的假的啦？真的。那其他吃了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刚刚那个阿亨说的，好吃吧？突然觉得被耍。哎、欸，不过我想要一点那个高粱冰沙。高粱冰沙，这是怎样？先看看哥哥的反应。来，我帮你看看。辣，非常浓的高粱。怎么办？非常浓的高粱，这绝对会醉的那种。绝对会醉。绝对会醉。你就把它当成 sake 再喝一下 ，sake。你不要一口，就喝一口。沾一下就好，沾一下就好了。哦，我误解他一次了，我以为他要一口干呐，他是说喝一口就好，一小口就好。噔噔噔，哎，来，我们干杯一下。好。哎，是这个吗？对对对。哦。怎么了？很浓，对不对？太辣。在这个四下无人的状态下，哥我还清醒哦。看到了一个美妙女子，没事。来好好热哦，喝一口而已，很热。这里好烧起来，洋洋上小心的小，洋洋上超级不会喝酒，要不要喝酒吗？不太会，不会。
不太会。嗯，可以了。哎、欸，瞬间脸变，要慢慢变红哎、欸。哦，这个这里红，对，起来直接啊！这人应该不怕冷。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泱泱真正的本性是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又住在金门，对，我们今天追着叫破喉咙也不会来救你的。哇，剥好的虾哎，三只，才三只，好想吃三只剥好的虾、喔。天哪，那句超贴心，他连我的都剥好了。啊，我的。可以，谢谢，我觉得这样很好，可以吧？我觉得这样可以，你帮我盛碗汤就好了，好不好？汤就好。嗯，还有，虾子先不要，我刚吃很多了。我刚想要客套一下，就他真的没有帮我剥。哎，算了，不要，我要自己吃啊！我要自己吃，我要自己吸。不要，我要自己吸。不要，我要自己吸。我是真的不想要自己剥啦，因为你剥那个汤汁就没了，我要吸那个汁啊！你要吸的汁。完全没有剥干净。哎，哥，我接下来不行了。你要醉了。我好像没办法讲话了。等我一下。对啊，好。再喝一口哎。我不能要高粱。我跟对，我一直修。你也是，你也喝醉了。喝醉了，在干嘛啦？两个人自己突然把自己灌醉。完全没有，你跟他讲话突然含糊哎，突然没有，我完全没有，眼皮已经盖一半，你知道吗？没有啊，没办法张开，我是这样。那你不要再喝，你不要喝，我跟玛丽亚再喝一口。没有，走了，可以的。什么小心？这么多人在看，我是在干嘛啦？我是花了大概两集至三集的野人 vlog 才让玛丽亚对我敞开心胸哎。哦，真的吗？第一集、第二集，他就对我就是会有点距离感。第二集我有学变态摄影师，对，变态摄影师。但第三集你看，我就是改邪归正。有吗？今天一直说蓝色，那是你自己的妹，你自己色我都没来讲啊。我们反光死。布鲁斯兰，哎，有布鲁斯兰。我为什么就是这变态的？有点冷，给你，没事，留你们聊天啦，不要理我。哎，他真的喝醉了，我们要做 ending 了。好，那今天那个野人 vlog 希望你们喜欢，然后我们在金门还有小金门的算是一天的这个行程，算还蛮充足的。很开心跟我两位妹妹一起出来玩，我们真的放心在玩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算是一个行程啦。很真的要再次的谢谢，就是对，他接下来就是特别早起去钓鱼，就才有这个汤可以喝，他们传那个海味。对，你们喜欢今天的行程吗？超喜欢。帮我们聊一下，你最喜欢今天的行程是哪一个部分？其实我是一直读市那边长大的，所以不太会喜欢脏变脏脏的。对。可是去了那个 SUP 的时候，开始不管了，然后开始玩觉得很好玩，然后刚刚也沙滩一直摸沙，对，干嘛的，真的在大自然玩的感觉很难得。以后玛丽亚要录影前都给她喝两杯高粱。为什么？有史以来讲过最多话的时候，竟然在形容一整天的过程，发自内心的形容说：“我是一个都市长大的人，但是我今天碰到这些大自然的时候，我整个爱上这样。”那你换你了。我今天最喜欢的应该是品轩那一段。我也是。我也是。品轩是 MVP 耶。但我觉得今天整天的行程觉得很惊喜，就是对于金门有另外一层认识。对，因为真的以往到金门去一些历史古迹啊，对，买菜刀啦，对。然后今天这次就觉得哦，
原来金门也有很多就是自然文化的部分，可能像是今天拍照景点啊，然后甚至是海边，很有趣，跟以往我认识的金门很不一样。没错，所以得推荐大家就是也可以来金门，然后体验一下不同的这种感觉。对，有点是以前留下来的一些历史文物，接了我们现在的一些运动，比如刚刚我们的 SUP， 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又很喜欢拍照，所以它就结合一些就是新的一些元素进去之后，把这个东西又活化了。没有来过金门的，或是以前有来过的，也蛮欢迎大家来金门玩一下，再来玩，我觉得蛮好的。我来玩第三次还是觉得很好玩哦。下次我会跟 Eric 说，再发你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然后直接变成金门代言人。如果每次都这么好玩，我可以。然后我们会再安排一个企划，干脆在金门待两个月。我要来当兵吗？对，都不要回去。我直接来当兵。对，然后你想看我们，你就到就这样。有望远镜。我用望远镜。有望远镜看。看得到。你应该可以看到嘉义，嘉义应该可以看到。大哥，妹妹，大哥。好。好，我们赶快 ending， 好可怕。突然不想 ending 了，突然觉得温温，刚刚不是温温，靠没？那个泱泱，好可爱。好 ending。好啦 ending， 很开心，希望他可以一直下去。然后就是每次我都能带我们两个妹妹来，然后当然温温也会想要就是跟他跟家人们一起来，对，就跟家人们一起来。然后当然阿公坤达也可以一起，因为我想要的是你们也可以体验一下我平常的生活是怎么样。对，不一定是说脏脏的，就好像它就是一个不是就是不是生活，我觉得它是一种体验。对对，我觉得就反而有时候挺好的。对对对，认识新的。也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的演 vlog 希望可以大成功，然后记得就是帮我们分享出去，对，我们会才可以有办法一直有做下去的动力，这样子。谢谢大家，下次见。下次见，拜拜。大家要来玩哦。怎么有人脚抽筋？脚趾抽筋。